后三国时期的曹魏，群英奔起。诛杀曹操！我杀人了。谨小慎微的文弱书生司马懿，能屈能伸，因有英氏狼顾之相，而卷入了曹氏兄弟的夺嫡之争。我还没有死，你们兄弟就像水火相见吗？治世能臣，乱世奸雄，横剑赋诗，心怀鸿鹄，巾帼须眉，保家护肤，幽兰之姿，却怀凌云之心。司马懿，怎么了？若主公不能收服他，自杀之。暗涛汹涌的权谋之争，这世上哪还剩下无辜之人？看司马懿如何一步步谋冠天下。今晚大事可定。军师联盟，立 TV 立视线上影视。